即将，你回来了。多谢关心。不过，我还没有找到可以让你回去的方法。这都是我自己种的因，活该自己吞下苦果。你别灰心，迟早会找到填河打开的缺口，让你回去团聚的。让素不相识的你为我的事情奔波，我真过意不去。这填河，我有血海深仇要和他清算，你不必歉疚。 世人常说，无知者无畏，不思者不忧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做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愚民，就能获得幸福？让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，禁锢自己的思想，操控自己的灵魂，甚至摆布自己的感情，让你哭就哭，让你笑就笑，这样就会轻松快乐？ 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活着吧？我劝你。 别再往前走了，这里有妖法迷惑人心，一旦失了心性，就再也出不去了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有天，突然来了个自称博姑似的，用妖法让所有人忘了饥寒。 忘了病痛，忘了战乱，甚至忘了饮食休息。大家守在此处，日以继夜的欢庆，歌颂田猴的功德，直到死，灵魂还继续着。这里现在是亡魂的囚笼了。 我正要找他呢，他现在何处？博故事就在这楼顶，他设下四道机关，叫做疾风柱，坚固无比，阻挡去路。除非有人能把四道疾风柱上的法珠都打碎，杀死博故事，否则，恐怕。 这就是我们永远的归宿了。
你以为扫平了我们这一处就能安然通过吗？别做梦了。你们道行逆施，自然是要全部料理干净的。哎，这疾风柱啊，技巧无比，坚不可摧，你根本过不去。坚不可摧，都是靠了那法珠的妖术吧？看我先把那法珠打碎。你怎么知道？主上绝不会放过你，他可是炎帝的后人。在这儿，我想入轮回，和父母亲人重聚，帮帮我！那些接球的镇妖疾风柱，都是博古氏的法力幻化而成，要把四道都毁了，才有机会破坏结界，解救众人。多亏了天侯，才有这热闹繁华。你既然来了，不如留下别走了，一起玩呀，真好，真好。这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的日子，真是折磨人。帮帮我们吧。Come on.
真倒霉，今天正好轮到我巡逻。老天保佑，千万别让我撞上闯入者。
这年头只想太太便便当个差，你怎么这么难？
博姑事，你原是我大齐江氏的臣属，为何阴魂不散，与叛臣田和勾结？呸！当年将献公击杀我王上，我等世代忠良，岂会任你等逆贼之后为主？本就是胡公里通别国，弑君弑兄。之后，献公才替兄报仇，处决胡公。 你怎能颠倒是非黑白？哼，历史还不是胜利者随意篡改书写的？当年的真相，我难道不及你个未出生的丫头清楚吗？无需多言，让我亲自送你去王上那里问个明白吧。 Yeah.
Huh?
竟然有武神血脉，难怪田侯对江氏子孙如此费心。天不与我！博姑事，你和田贼勾结，倒行逆施，有何颜面去见胡公？天下大安，便是当年王上未达成的心愿。我借田侯之法，替王上实现了。妖术射人，也算是天下大安，简直荒谬。康公已死，书将落到田和手里，你也迟早一样的下场。你们这一脉，终是亡了。这都是报应。不好，博古氏的法力消散，楼要塌了。父亲也好，田氏也好，即便是一心希望天下太平的博姑氏也好，谁都没有办法还百姓一个平安喜乐的盛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亦不知。当年的射日之勇，让我从西王母那里得赏两包仙药，服用后便可飞升成仙。当时的百姓亦是困苦，我不忍弃之而去，只服用了半包，从此不老不死。眼见历代君王霸主付出无数努力，百姓却始终在各种困顿中挣扎求存，我亦无计可施，心灰意冷。那既然你仍留有仙药，为什么不全部服下，追随妻子嫦娥而去？嫦娥愿我将她置于凡人之后，赌气服药飞升。我亦无颜见她。西王母神谕告知，我可在此沉睡等候，待我苏醒之日，便是能度天下苍生的天命之人，降世之时。所以你认为我是天命之人？可是我不过是我并不知道如何拯救苍生。我也无法确定，但是你不试试，怎知自己不成？即便真有天命之人，难道不该是当朝天子吗？我去见他，直言面见，为我自己，为父亲，为阿姊，为齐国，也为天下。